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嚟到咧名人站嘅 YouTube 首档频道啦。咁今日咧会为大家介绍咧就系 Hermes 嘅Conson 系列嘅18cm。呢个咧系一个颜色，系一个 9J 啦，火焰橙。跟住皮质嘅话咧就系一个 Alpha Color 嚟嘅，会比我哋一边咧经常见到嘅 Epson 皮咧少见。咁我哋咧可以 zoom 近啲睇下咧佢哋两个嘅对比。Epson 皮啦嘅呢个纹质会比较硬性嘅，而 Alpha Color 嘅皮咧就会比较细腻，系啦，皮纹咧就会比同埋个粒紧咧会比 Epson 少啲，系啦，望落去会更加之咧精致啦，同埋贵气嘅。呢个亦都系会比 Epson 皮少见啲嘅呢个 Alpha Color 皮。今日介绍咧就一个火焰橙嘅银扣 Conson 18嘅 size。咁讲阔呢个袋嘅时候咧，咁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关于一下佢嘅历史嘅。而呢一款手袋咧，其实自1959年咧已经咧系创作面世噶啦。咁咧距离而家咧，其实都有50几、60几个年头啦。但系咧，佢一直以嚟咧系除咗Birkin 同 Kelly 之后咧，第三个被誉为咧 Hermes 迷或者 Hermes fans 们咧必须要入手嘅一个经典款嚟嘅。就是因為咧，佢嘅外形啦，一個好醒目嘅 H logo 啦，我哋見到 H 嘅標誌啦，跟住咧，仲有佢係一個四方比較堅硬啲似盒嘅，佢望落去咧，比 Birkin 同 Kelly 咧，咁就係利落啲嘅設計，亦都咧冇咁成熟嘅，所以近呢幾年咧，亦都深受咧一眾 Hermes 擁趸嘅歡迎，而且佢嘅熱門顏色咧，經典顏色咧，更加係一貨難求嘅。咁我哋會見到啦，佢呢個耳仔帶啦，係可以咁樣變咗變短變長，又可以做一個斜孭。咁我哋會睇下佢開咗方扣入邊內裏嘅一個空間，其實係非常之大嘅。一係有兩個呢個位，跟住擺一個銀包啦、三支包啦，甚至係擺部電話啦，都絕對冇問題嘅，係一個好好嘅，自己已經有個間隔嘅格數嚟嘅。咁今日咧，我會嘗試介紹呢一款咧，就係、是、一款咧比較新，即係經典嘅愛馬仕產啦，亦都係喺Constant 嗰度咧會比較少見嘅，因為可能大家一般嚟講咧都會體驗咗咧一啲比較基本上嘅大隻顏色啊，或者係三大金剛色噶啦。咁咧呢款袋咧，亦都係其實咧去排隊嘅時間或者製作嘅時間咧，甚至可以咧係比我哋嘅經典嘅 Birkin 啦或者 Kelly 款啦更加之需時甚久噶。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佢矜貴嘅之處，就係佢咧做每做一個 Conson 系列咧都要經歷咧140多个小时嘅人手 手工製作嘅。咁樣咧，呢個係18啦，18咧係而家普羅大眾咧比較中意嘅 size。佢另外嗰個咧不嬲咧有呢個24 size 嘅，24 size 咧就係一個大啲嘅 size 啦，同埋咧佢係仲可以肩孭，但係冇得斜孭嘅款式嚟嘅。咁近年嚟咧，亦都咧因應翻輕細袋嘅潮流啦，亦都出咗一啲 Constant to Go 同埋 Constant Lean 咁嘅系列嘅。咁都係一啲咧，其實係將 Conson 呢個袋型咧唔同變化而演成噶啦。Conson 跳高咧就是、一個咧可以加一條長帶嘅一個類似 Wallet on Chain， 而 Conson Slim 咧就是、一個好似一個細錢包，但後面咧就罩有一個形狀咧可以俾你咧過 Velvet 噶。咁可以大家可以想像到啦 ，Conson 呢個款式咧呢、這個系列衍生咗更加唔同嘅設計，係因為佢喺市場上有幾咁受歡迎啦。中意 Conson 嘅朋友們咧，就唔好錯過啦！如果有大家心水嘅顏色咧，都應該咧趁早入一個，因為佢嘅價值咧只會越嚟越高嘅啫。咁以下落嚟咧，亦都有同事嘅上身圖示範。咁以下咧，亦都會有個上身圖嘅示範嘅。呢個咧就係、是、今日介紹就係 Conson 18啦，一個 Alpha Color 皮 9J， 一個非常之 signature 嘅 Hermes 橙色，配翻一個銀扣嘅。咁佢咧斜孭咧同埋呢個肩孭都冇問題嘅，肩孭咧亦都係可以縮短條帶嘅。係啦，我哋見到上身圖亦都非常之靚。咁今日咧分享嘅視頻咧就到呢度差唔多完結啦。我哋下一期咧名人站嘅手袋頻道啦，再同大家見面啦。我係 Crystal， 多謝曬大家嘅時間，拜拜。